虽然对抗燃烧军团的漫长战争结束了，但是部落仍然没办法喘息。来幽暗城找我，聊聊下一步的行动，别让其他人知道。部落当初无私的对抗燃烧军团，还因此元气大伤。 敌人现在却想趁机夺走属于我们的东西，绝对不能让他们称心如意。我已经下令在奥格玛建造大使馆，我们要在那里招募盟友，立刻去那里跟我会合。部落的领袖们，我召集各位来到这里。 在场还有我们最杰出的勇士，因为我们的敌人正在蓄势待发。联盟正在艾泽拉斯四处蠢蠢欲动，寻找对付我们的办法。我们必须设法应对。战争近在眼前，部落军队需要更多心血，你们觉得呢？大酋长，许多年前，部落追杀卡尔洛斯地狱后。 直至濒临毁灭的德拉诺，当时这位勇士对抗卡尔洛斯跟燃烧军团救了德拉诺，也获得当地兽人的信赖。他们欠部落的人情，我认为该请他们还了。嗯，从另一个世界来的武装兽人军队，训练有素，迫不及待想消灭联盟，有意思。大酋长。 高岭牛头人在对抗燃烧军团的时候，跟我们一起出生入死。我们的先祖也曾经像这样并肩抗敌。我邀请了高岭部族的领袖们参加莫高雷的盛宴，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说服他们加入部落。他们很单纯，但是很有力量，会是战场上的一大助力。 大酋长，我有个提议。新多雷自从帮助苏拉马尔脱离燃烧军团控制以来，就一直跟夜翼精灵维持着良好的关系。我跟摄政王都认为，我们双方拥有许多共同点。我认为夜翼精灵一定能成为宝贵的盟友。就算夜景没有了，苏拉马尔还是充满秘法资源，这会成为我们强大的武器。 你们提出的建议都有道理。这些民族，我们的勇士都并不陌生。你认为我们应该先从哪一边开始着手呢？到前面来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让被遗忘者的势力更加壮大。 我相信你不会浪费我的时间。艾泽拉斯的命运就在你的手中。大地之母守着你。请提酋长带我们这位勇士一起去参加雷霆崖的飨宴。我要他们在开始吃甜点之前，就对部落宣誓效忠。遵命，圣光会引领我。 我没时间闲聊，跟我来。英勇作战。摄政王邀请夜翼前往音乐城，我奉命前往苏拉马尔，陪同萨利瑟拉女士一起过去。交给你们两个了，没有成功让苏拉马尔对部落效忠，就不要回来。遵命，大酋长。
勇士，我们去苏拉马尔，到萨利瑟拉女士的住处会合。嗯，勇敢向前。我是圣光之刃，利亚德伦和勇士，你们好，欢迎回到苏拉马尔。很高兴这次见面，这里的情况比上次好多了。很高兴你的城市重获自由，首席秘法师。这一切都要感谢你们两位，你们绝对功不可没。能跟你一起对抗燃烧军团是部落的荣幸，女士。说实话，我刚知道部落的时候，很怀疑我们之间会有任何共同点。我原本以为住在卡林多的族人才是我们的盟友，但他们的傲慢与猜忌让我非常失望。萨利瑟拉秘法师，我还记得先祖之战时，你们站在哪一方？我们要怎么相信你不会背叛，变成下一个艾丽珊德，或者是艾萨拉？我们不想成为夜景的奴隶，我们想把燃烧军团从苏拉马尔赶出去，终结艾丽珊德的暴政。卡多雷会帮忙击退燃烧军团，并摧毁夜景。除此之外，就看伊鲁恩的智慧如何带领我们吧。看来伊鲁恩的智慧只有指引他跟族人继续分裂，那就随他去吧。泰兰达和那群高傲的家伙也看不起辛多雷，也不想想我们努力奋战拯救世界的时候，他们只会躲在树上或跑进兽穴里睡大觉。联盟感觉太封闭，太画地自限，我的族人绝对无法再忍受这种死板的感觉。也因此，我非常感谢你邀请我前往银月城。我想知道，部落有没有夜翼的容身之地。Anaria Shala， 保持警戒。你有这样的打算，摄政王知道了一定很高兴。准备好要出发了吗？这是我的荣幸，利亚德伦女士。欧库雷斯由你主城的坐标，我去找希尔格林跟维尔塔，我们银月城见。欢迎你们，如你们所见，我们还有另一位访客。利亚德伦，勇士，你们好。洛索马，我来这里是有重要的事，我们最好私下谈谈。我认为没有必要对盟友隐瞒，艾兰里亚。事实上，今天刚好有新的盟友来访。我们各行其道，做好你的选择。这真是个狩猎的好日子。我是圣光之刃。首席秘法师萨利瑟拉以及各位贵宾，欢迎来到银月城。很高兴终于有机会拜访这座美丽的城市，感谢你邀请我们，摄政王。请叫我洛索马就好。啊，我太失礼了，请容我向各位介绍另一位贵客，艾兰里亚风行者，他曾经是银月城的英雄。真是意想不到的荣幸，风行者女士。我听希尔格林说过你在阿古斯的英勇表现。首席秘法师，荣幸的是我才对，我不是有意要打扰你们，或许我应该改天再来。没这回事，不管你想说什么都可以当着我的贵宾面前说。好吧，我来这里是因为安杜因·乌瑞恩国王的提议。我原本希望你是为了银月城的福祉而来的，没想到竟然是奉了联盟的年轻国王命令，我太失望了。你话中带刺，洛索马，这究竟是你的真心话，还是忠心耿耿的游侠已经变成大酋长的代言人了？你质疑我说的话，
却要我们相信你？你敢说虚无的主宰没有对你低语吗？你在阿古斯难道没有向暗影屈服吗？看来你们早就料到这个提议，而且不当一回事。无所谓，不过在离开之前，我还有一个请求。我有一千年没有看到太阳之井了，能不能让我再去看一眼？我反对，我们无法保证他不会。不管艾兰里亚变成什么样子，她都是奎尔萨拉斯的女儿，她想去圣地朝圣，我不会拒绝这个请求。首席秘法师，我很欢迎你与我们一同前往。能亲眼看到太阳之井是我的荣幸，洛索玛，我们是朋友，所以叫我萨利瑟拉就好。洛摩斯，麻烦你帮我们开路，请跟我来吧。我能感觉到这股力量跟夜景一样强大，但是本质却不同。敌人腐化了太阳之井，但后来纳鲁牺牲自己净化了井水，现在井水里的圣光精华滋养着我们。太阳之井变了，但还是很美。时间真的过了好久。退后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奥姆里克和其他偏激分子就是因此被流放的，跟虚无打交道的人都会威胁到太阳之井。这不是我来到这里的本意，我需要目标。我们要赶快消除这些腐化，绝对不能失去太阳之井。谢格林·维尔塔，快帮助摄政王！某种东西想撕开裂隙进入这里，要是让它通过，太阳之井就不保了。我可以关闭裂隙，但我需要帮手。你来指挥，我们提供支援，我们各行其道。门打开了，很好，这就是我们需要的。趁现在，把你的力量集中到我这里。这只是无谓的挣扎，我一定会拿走我要的东西。太阳之井守住了，萨利瑟拉。多亏有你的帮忙，还有你，勇士。守卫，抓住这个破坏者。我不会让自己在家乡被当成犯人看待。够了，立刻离开艾兰里亚。不管是不是意外，你让奎尔萨拉斯陷入危险都是不争的事实。回暴风城去吧，银月城再也不是你的家了。萨利瑟拉，很抱歉让你看到这种场面，事情会这样发展真是出乎我预料。正好相反，这场冲突让我看到你对人民是多么尽心尽力，看得出来部落让你保留了传统，这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事情。我们从盟友那里得到力量，但是并没有迷失自我。
苏拉马尔永远都是我们的家，但有些族人想要看看世界，在艾泽拉斯找回我们的位置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需要盟友。首席秘法师，你们需要部落的力量，加入我们吧，音乐城的大门会永远为你而开。我代表夜翼精灵接受这个提议。从今天起，苏拉马尔要为部落而战。好极了，利亚德伦女士，请回到奥格玛向大酋长报告这个好消息。我很乐意效劳摄政王。勇士，我们银月城见。圣光会引领我。Odell Shala， 一天一天，向你的大酋长说明来意。去吧，我还有很多事要做。希瓦纳斯风行者，这位是苏拉马尔的首席秘法师萨利瑟拉。大酋长幸会，我曾与利亚德伦和摄政王并肩作战，他们的英勇是部落的典范。确实如此，首席秘法师。我没时间闲聊。部落有力量，有决心，又独特，这些都是夏多雷非常重视的。夜翼准备要在艾泽拉斯寻求盟友，崭新的未来在等待着部落。如果你们愿意接受，夜翼会向部落效忠，为部落而战。苏拉马尔千年以来都与世隔绝，从今天起，你们要为更远大的目标而战。萨利瑟拉，我接受你的宣誓效忠。苏拉马尔会与部落并肩作战，为了部落，为了部落。你好，朋友。我是贝恩，牛头人的酋长。梅拉，谢谢你大驾光临，很荣幸欢迎你来到莫高雷。非常感谢你的邀请，贝恩。很高兴我们终于有机会联系同胞之间的感情。我这次想谈的就是同胞之间的情谊，希望。临行者，我不该离开高陵的。结界变弱了，它是我们的了。暗角，这是哪里来的黑暗力量？我知道这种力量，勇士，我们需要你的协助。我们能从高岭部族那里学到的东西还有很多。你们休想占领雷霆眼！我们会把你的暗影赶出莫高雷。能再挥舞钉锤的感觉真痛快啊。
想活下去的话，就一定要团结。燃烧军团已经开战，我希望整个高岭将与你一同作战，勇士。我们要一起保卫这个世界。真正的主人，反抗就是死路一条。会抵挡黑暗的侵袭，乘风而行。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团结一心，高岭永存。先找到目标。
条部族会服侍我的主人，你们会化为遮蔽天空的暗影。生命源于河流，莫忘大地之母的教诲。先找到目标，燃烧军团根本微不足道，投降吧。那些地狱停下来了，勇士回空，谢谢你们。如今我们部族团结，将共同对抗燃烧军团。上古诸神想要控制高岭，领导这场战役的是个可怕的梦魇生物，无边黑暗，乌盖涅斯。普恩号召各部族的英雄合力对抗乌盖涅斯的手下，也就是明暗一族，可是暗影太过强大，行动还是宣告失败了。普恩只好另外想一个对策，就是用结界来阻挡古神的影响，虽然这样还是杀不了乌盖涅斯，但总算成功困住了黑暗使者的精华。但是明暗一族却潜伏在暗影之中，静静等待时机，呼唤他们的主人。没错，结界在我离开高岭的时候变弱了，正巧让无边黑暗有了可乘之机。最后一个结界的位置在高岭山巅，我们必须去到那里。胡恩在那里和盟友并肩奋战，现在轮到我们了。想活下去的话，就一定要团结。
为了复活。愿大地之母守护你。你好啊，外来者，愿灵魂指引你的道路。你们失败了，黑暗会崛起，高灵会覆灭。我这一生都在指导大酋长，愿先祖保佑你。这座山是我们的了，凡人，我们马上就会用你们来承载这个世界的真正力量。这些英雄不是孤军奋战，我们会一起驱逐你的黑暗力量。黑龙，你会向我们臣服的，就像麦萨里奥一样，你们龙族都会听从地狱的指示。参加飨宴，要是早知道的话，我就会换张大一点的桌子了。酋长，这件事原本只有梅拉和勇士知道，我相信你会保守这个秘密的。我觉得其他人没有必要知道，临行者，这件事就当成朋友之间的秘密吧。我们会夺回神锤与土，这一天差点就是艾泽拉斯的末日。要是乌盖涅斯的计划成功了，我们全部都会变成古神的奴仆，就连暗角也不例外。啊，我一想到就不寒而栗，梅拉，要不是贝恩和这位勇士立刻采取行动，一切都完了。贝恩，谢提，你展现出勇气、荣誉和无比的忠诚，我认为现在是我们两边的族人结为盟友的最佳时机。如果你们愿意接纳我们，加入部落会是高岭牛头人的荣幸。这是部落的荣幸才对，欢迎你们，我们这就前往奥格玛跟大酋长报告这个好消息。我们能从高岭部族那里学到的东西还有很多。你好啊，勇士，绝对要得到属于我们的一切。风行者大酋长，这位是梅拉高岭酋长。酋长，你有话要说吗？大酋长，贝恩血蹄和你的勇士都展现了部落应有的力量和勇气。从今天开始，高岭会遵守誓言，与你们齐心抗敌。我接受你宣誓效忠，部落会协助你们，也希望你们表现出忠诚。为了部落！为了部落！为了部落！